早晨啊，咁多位。香港咧，其實真係日日都有啲好瘋狂、倫常慘案發生嘅，爭在大定細，見唔見報咁解嘅啫。即係一但凡咧，如果你個人有啲同情心啊、同理心啊，即係個人係感受力比較強咧，其實你真係好難喺香港呢個地方，除非你咩都唔睇啦，啊，即係你乜都唔睇，乜都唔打聽，冇朋友咁樣，即係好難喺呢個地方會覺得舒服咯。否則就因為。昨日的這一宗案，即是鑽石山斬人都未平息，我相信大家心情。又有一宗就是個印度的女人在，即是她是香港人來的，已經有香港身份的了，跟她老公都一樣，在香港生了三個，即是在深水埗住在200呎的空間裡面，用枕頭噏死兩歲到五歲，她三個小孩分別，好像是兩歲、四歲和五歲的小孩全部噏死了。一開始的時候她還想即是嫁禍俾老公啦，咁因為佢同佢老公嘅關係已經可能唔係咁好啦，佢老公就話已經係有第二個噶啦，即係另結新歡噶啦，咁亦都唔理佢哋，咁啊幾仔撈屈喺個200尺嘅劏房，你可以想象，即係仲要喺呢啲咁嘅天時暑熱，一個女人湊住三個，仲要咁細個細路，即係佢係已經去到個臨界點，可能佢亦都話啦，即係唔想個細路仔跟其他阿媽啦。如果佢自己自殺死咗，咁你好明顯個細路就係要認人做老母噶啦。即係我覺得，所以咧。無論有些金科玉律啊，放在哪裡都對的，古今中外，就是女人不要亂外露，不要亂外露，什麼年紀都是，你生一個又一個一個，你自己都沒有能力養，你就是個心就是什麼，很喜歡的男人，很想跟他生，依賴個男人去養你，不是那麼多這些例子，說什麼，你們經常都說什麼，他們下來拿福利，上公屋，很多都是住劏房的。很多都是即打滾在深水埗裏面，即這些這劏房遊走在這些這即是香港的都挺惡劣的環境之間生活長大的。就算 even 你見到那些元朗偏遠的貨櫃場，我見到很多男人有些小孩在垃圾堆或者在貨櫃荒廢的那些地方爛地那裡玩的，新年流流呢周圍去問人攞利是或者潛人哋個袋啊，即係好多呢啲嘢。其實呢個係一個香港另一個問題嚟嘅，即係我覺得呢啲都係好鬼悲劇。你女人如果冇咁戀愛腦咧，好老實講，呢啲係戀愛腦嚟嘅。你冇咁戀愛腦，首先你唔會生咁多嚇，你唔會個男人出邊滾就要生要死。個男人出邊識個第二個其實好閒嘅，就咁後生廿零歲，大家都即係你。即係第二個真係好閒，未不止去到你要自殺啊，或者甚至乎殺埋自己細路仔咯。而家個媽係俾人拉坐監，你即係你對手係殺過你自己細路嘅，即係你點樣過？你點樣安然咁樣度過呢一世啊？係嘛？咁啊，另外咧，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呢一單咧，係我諗下幾個禮拜前已經聽到翻嚟，一直都想同大家講啊。00後啊，06年啊個男仔嚇，06年嘅一個男仔。做扯皮條，咁啊，因為個即係好多問題啦，佢自己做扯皮條嘅過程都，佢貪錢嘅，想要快錢嘅，啊，亦都唔想去降活啦。其實而家咧呢啲都係通病嚟嘅，00後、10後都係啊，10後都唔細噶啦，你都13歲噶啦嚇，即係你哋嗰個嘅 mentality 就係好差，即係嗰個淨係一味淨係諗住。賺快錢啦，嚇諗住可以做扯皮條試鐘，即係可以免費有雞食啦。結果都係俾人炒嘅，因為嗰個成日遲到啊，成日都即係做嘢扭扭爆爆啊。你諗下，你就算撈編啊，你就算做個扯皮條，你就算做鴨都好，你都要準時係嘛？你都要個人有交代，你都要個人即係均均真真，你都要個人係正常有個做嘢嘅態度喺度啊，唔係你話做扯皮條就中意點就點嘅。咁呢個06年嘅僆仔啊嘛，喺夜場就做咗扯皮條做咗陣，跟住已經做唔到啦嚇，因為嗰個工作態度差，所以。你會看到你想賺快錢就賺不到了，亦都沒有讀書啦，絕學啦，現在走了去麵包店買麵包的，這些都不知道似什麼，即我說的真人真事，香港地，即你有什麼可能，有什麼可能是一個這樣你想想你00後出世，你環境不會太過惡劣，你怎麼都有書讀，但這個是你選擇，現在欠整身賭債20多萬，二十幾萬賭債點賭翻嚟嘅咧？佢又去炒幣，但係佢唔係好似我哋呢啲咁樣即係買幣啊！啊，佢哋係炒期貨，咁已經炒到窿曬嘅啦！買乜輸乜嘅，又賭錢啦，食煙啦，漏集又多啦，啲錢即係你讀出嚟，我都覺得
你係似一個人咯嚇。咁啊，而家先至二十歲都未夠嚇、啊，我都唔知道你點樣過埋。唔好成日覺得哎呀，自己仲後生啊，仲可以改邪歸正，仲可以哎呀，即刻行翻正條路。你呢種咁樣嘅性格咧，係冇得救嘅嚇。我可以話俾大家聽咧，零零後咧注定好多人都係戰師弟，我唔係第一次講噶啦。注定戰師弟，你呢啲人唔係戰師弟來做咩？好好日烏勞，游手好閒，喜歡不勞而獲，唔中意去降活嘅嚇，淨係諗住做啲快嘅嘢，一係做啲有著數嘅扯皮條，咁又可以有女食，又可以賺到快錢咁。跟住仲搞笑，佢而家咧所有人介紹啲富婆俾佢啦，即係乜嘢都得㗎，普通女人幾廿歲冇乜錢都得，總之肯俾錢佢，即係每一次可能佢陪完個女人有錢收就得㗎啦。咁都係嗰啲價錢啦，1000多百蚊咁就得㗎啦。嚇，佢要求都唔多嘅。你諗下一個男仔，你血氣方剛，為咗個1000多百蚊，佢願意陪啲好肉酸嘅阿毛嚇，佢甚至放埋啲相出嚟，佢話其實呢啲咁樣都得，好肉酸、好歪嗰啲阿毛個樣歪曬，大陸西嗰啲咁樣歪埋一嚿咁，佢都 OK 嘅。咁你呢啲係究竟係咩？你諗下，你都冇乜，即係你雖然係個男人啦嚇，男仔啊毛都未出齊。即係你可以容忍自己，因為為咗1000多百蚊啊賠啲咁萬無，就係因為你覺得哎呀錢好緊要，我想揾快錢。就係呢個社會咧，你睇下，當你生啲小朋友喺10同00咧，你物質又俾唔到佢，但係又唔識點樣去開導佢哋咧。基本上佢哋大個咗就係呢啲嚟嘅啦，為咗少少錢咁又真係做雞做鴨啊，真係做扯皮條啊，又真係周身倒債又唔讀書啊，因為佢哋見到呢個世界太多太美好嘅嘢，別人太有錢，而自己永遠都冇辦法觸及，佢哋係唔會想從序漸進嘅，唔會嘅。我所以話零零後咧好多都係戰師弟，呢啲06啊、00乜嗰啲啊，基本上戰師弟啊，真係啊，佢唔係我第一個見到呢啲咁嘅男仔，10後我都見過，啱啱達到10後，即係係啦，13歲嘅。即係都係嗰種好，淨係識得喺度諗啊，點樣第時點樣發達啊，點樣可以容易做啲嘢，唔會諗住話做嘢降活，即係諗都唔使諗嚇。呢一批人亦都係最易被 AI 取代啦嚇、啊。要同理心，你冇同理心；要感情，冇感情。你賣感情、賣情緒價值，你都賣唔到嚇。淨係諗住用錢、用自己青春肉體，男嘅咁，女又係咁嚇，去點樣獲得呢個短期嘅利益？即係我有時見到咁樣一劈爛泥咧，我都唔想再講啲乜，唔會有啲咩教化到你噶啦嚇，唔會教化到。時間嘅推移，你都最後都一樣。呢啲人你到咗20多歲、30多、40多，其實都係一劈爛泥嚟嘅，爛泥扶唔上釘就係咁解。所以都細費事嘥口水講，純粹將你個 case 攞出嚟咧，即係警下勢咁啦，同埋俾你哋其他人知道，你哋再細過去嘅人或者同佢差唔多年紀嘅人咁啊睇下啦，咩叫爛泥啦？在我的年代，我不會聽到有男仔10多20歲男仔，當我10多20歲的時候，我未聽過會有男仔願意用1000多百蚊甚至幾千蚊出賣色相同啲女人，同啲好肉酸嘅女人一齊，即係我係未聽過嘅，唔會有呢啲嘢。你問人哋都唔會肯嚇。而家你睇啲男仔係點樣咧？冇乜所謂嘅，你俾錢我啊，唔多過1000多百得，我總好過同一個正常靚靚女女嘅女仔一齊，同嗰啲女仔一齊都冇錢，仲要揞錢請佢食飯。而家啲人係咁樣嘅。啊、即是無恥、啊、也都沒有什麼道德底線，你不用跟他說那麼高精神層次啦，說什麼鬼嘢什麼同理心啊、大愛啊，浪費、啊、即是你這些人根本不需要說這些東西。所以我告訴你，好質素的人我可以夠膽說00後近乎是不會有的，即是我會落力去教化，但是作用不大，因為我看到你們的 email， 我看到你們會做雞做鴨、啊、看到你看了我這麼多影片之後都會衝過去，走去為了錢去做一些好惡劣嘅嘢啊！嚇，你諗下扯皮條係你10多歲做扯，即係你有書唔讀走去做扯皮條啊！嚇，咁你呢啲人係咩人咧？嚇，唔通你覺得自己去到20多歲、30多歲會突然間變？唔會變啦，係嘛？而家個殺人兇手個光頭佬，唔通你覺得佢喺嗰個監獄裏邊咁啊讀下神學，跟住出到嚟咁啊做個牧師，咁你會相信佢？你會唔會啫？會唔會啊？另外呢，我想跟大家再分享多一單，是我 personal 的東西，又是這些很類近，其實我幾年前已經有些類似的發生，我真的覺得很搞笑，這個天真的很搞笑的運作。話說呢，我在大陸呢
有些生意被人搞了，即是怎樣被人搞呢，就是惡意的抹黑啊，即是有很多流言蜚語啊，各樣被人洗版啊的東西，在大陸的，即是這些全部跟香港沒關係，所以你們是不會看到，你都不會知道大陸哪些東西 是我的啊。那啊，也都即是試過一些很 physically 的一些傷害啦，那啊，對我那些同事。咁啊，其實嗰陣時都醖釀到幾大嘅 ，around 三月嘅時候嚇，嗰陣時就甚至乎因為佢哋知我係邊個啦，咁啊亦都話啊過嚟搞我點樣食啊落嚟香港，咁因為嗰時已經通過關啦。咁其實你話我做過啲咩好具體咧？我諗我唯一最做過具體去令到對方覺得受傷嘅就我生意好，真係僅此嘅咋，即係生意好啦，冇乜太大可以令到人哋受傷嘅嘢。跟住做咗咁多呢啲抹黑，即係重傷同學，甚至乎一啲對人嘅有肉體上嘅傷害嘅嘢之後咧，咁啊最近因為同行員，即係大家都會知道大家啲消息啦。對家嘅老闆嘅老婆咧，咁生咗 cancer， 咁啊好笑嘅，即係就話我咧，因為我佢覺得我識啲風水八字啊，佢成日睇我啲片啊，成日睇我 YouTube 啊，即係。各樣呢啲成日話想買水軍，但係其實你 YouTube 個運作唔係好同嗰啲大陸嗰啲一樣咯，你冇咩營銷號嗰啲咁嘅嘢，你好難即係九唔搭八啦。總之簡單講，佢老婆而家生 cancer， 咁啊話我揾啲乜嘢人落降落佢，其實唔使落降噶，真係唔使嘅。你點解你呢一種人使乜落降啫？係咪啊？你根本唔喺我腦裏邊啊！你唔喺我腦裏邊，亦都你對得我咁，你都唔係第一次對人咁啦。你諗都諗下，你其他人係落你個，唔係諗我啦，係咪啊？我唔會嘥錢喺呢啲人身上噶，我從來唔嘥錢喺自己敵人身上噶，唔浪費金錢，唔浪費精力噶嚇。呢啲叫二眼報，你極其量可以話我個能量比較高，我個人嘅能量係高嘅嚇，即係你可以話你得罪咗我，你好自然會有反噬。反正我真的未見過一些這樣惡意中傷我的人會有什麼好下場。幾年前在大陸被人騙，那兩夫婦騙夠我，他們已經沒什麼好下場了，真的。即是做的事情越來越萎縮，即是疫情的時候直接收了檔，然後 又賣給人，又剩這樣。你想一下，個天有眼的嘛，是你們大陸人不信唯物論，不是，即是你們大陸人只信唯物論，不信一個唯心，你們不信很多這些這樣的。即係敬畏天地啊！呢、這個世界即係萬物皆有靈啊！講得籠統啲就係咁咯，係嘛？你哋唔相信，你哋成日都係會覺得你哋見到嘅嘢啊咩先係啊？我係知道我惹少人嘅，我惹好多呢啲咁，但係正常啊，做嘢做得叻嘅人一定係惹少人嘅，不招人道是庸才啊嚇！即係但凡有人去搞你，其實你應該覺得開心，但係佢哋做嘅係有啲好過火嘅。啊！嗰陣時我甚至都唔明嘅，即係你，我其實冇搶人飯碗嘅，我唔用嗰啲咩，即係任何啲咩叫啊，點樣成日咩叫走人哋啲客啊，咩冇呢啲嘢嘅嚇。你應該問一下自己，你自己喺呢行已經冇競爭性，你冇競爭性你就唔可以怪人，你唔可以話因為我係香港人，所以啊，即係我係用一啲咩手段啊，點樣？所以你睇下去到今日，即係嗱呢啲嘢傳，即係聽到去我耳邊啦嚇，傳到去我耳邊嗰度。你老婆有癌症啊，即係呢個你諗下，你用翻幾多嘅時間精力去醫，同埋咧我冇咁犀利咧，識得佢點樣落你降唔識嘅，我真係唔會去揾人去做呢啲，我冇你嗰啲十八字，你俾我我都冇興趣想要嚇，唔好咁天真咯，發覺人咧即係做得多衰嘢咧，成日覺得俾人搞啊，成日覺得哇，即係自己做完曬啲陰陰質質嘅嘢，又覺得人哋會喺暗地裏又點樣反撲啊，各樣呢啲，其實好多時咧反咬你嗰個係個天嚟嘅，天嘅力量反撲你啊嚇，同埋癌症嘅病發率喺大陸係好高嘅，亦都唔需要咁就算你覺得同個天冇關，咁你咪審視下自己平時飲食啊咁咯，係啦，反正。即係佢搞我嗰段時間，我諗都過咗一兩個月啦。即係嗰段時間持續咗好耐啊，其實真係持續咗好耐啊。抹黑啊、中傷嗰啲，我冇同大家講過，因為我都講嚟冇乜用啦嚇，我亦都唔需要你哋幫我。即係我真係我都好笑啊！每一次真係幾年前，好似社運嗰陣時啊，定係之後之前，我唔記得啦。即係總之就真係又係試過有啲類近嘅嘢。喂，大佬你撲街關我鬼事咩？係咪？即係唔通我以前男朋友成日都話嘅，哎呀，即係而家好唔掂，好唔掂。其實你不行，你不只是
辜負任何女人啊！即係或者啊，你可能你覺得誒喺我面前曬下可憐，你望下你自己啲新人，人咧行到撲街行到衰咧係好多步噶，唔係淨係呢個花花公子咩有報應或者唔係啊，完全唔係，你係好多步都衰。個天係有好生之德，通常都俾9000多次機會你嚇，俾好多機會你，俾健康你，俾財富你，俾人脈你，俾貴人你，俾好嘅太太好嘅老公你。俾好多嘢你猜猜埋埋，你都唔珍惜，你都系嗰种好卵閪嘅人，最后你先会慢慢地失去你拥有嘅嘢。吓，呢个系我眼见噶，我未见过人系即系一下子好惨，真系未见过。我只系见过啲好多你又冇实力又懒，个人懒到出晒汁，又唔中意做，跟住个天已经俾咗好多好嘅老板啊，甚至好嘅机会啊、客户你啊。你都不珍惜，到最後你慢慢越做越小，你打工又好，即創業又好，越萎縮縮到開始了，人生邁向失敗了、啊、即你看到去到瞓街、啊、去到很差很惡劣又生癌沒錢醫那些，已經是去到一個人了，即你是錯失了很多機會，是已經去到很後期了，沒有人一生出來或者是你去到20多、30多、40多這些、什麼突然間這樣很差，沒有的、啊，成功都不是偶然，成功是很多因素，失敗都是。我真的即目睹在大陸見到特別多，明明充滿機會，就是因為自己個人問題，越做越小的壇嘢、啊、即你又懶啦，把口又不行，把口又喜歡得失人啦，即沒根本完全裡裡外外，你都是一個即有問題的人，簡單講下，天仍然都給很多機會這些人。啊、我真的我在大陸很衷心地感受到一樣，上天真的有好生之德、啊、即是講運的話，我見過 任何一個人都比自己的運多的、啊、因為我見到那些人溜溜快快求家好奇都不差的、啊、他們最後搞死自己都是自己對手搞死自己，沒有人搞他的、啊、這些例子都一樣，不要那麼天真，你有看我的影片你還說即不懂聽、粵語啊，即是找人去翻譯給你聽，經常想知道我的竅門、啊、竅妙、啊、秘訣、啊、秘笈、啊、怎樣賺錢、啊、什麼成功學那些，唉，好深啦，真的好深，你搞定你自己先、啊、大陸人嘛，即是 我不知道怎樣稱呼你、啊、即是 我連你的名字我都不太想知道、啊、我只知道你這些這樣的即是奇奇怪怪的人，經常疑神疑鬼，就是你們真的真的很喜歡去撩東西，經常覺得搞死人自己生存到，其實天給了很多機會你，你聽著，天給了很多機會你，你又懶又沒用又無能，腦又塞，不能夠與時並進，是吧？你應該慶幸舐嘢嗰個是你老婆，不是你冚家，不是你冚家一起都生癌生腫瘤，真的，這些不是毒的，你不思一間不進獨門，你老婆都不方是正常人來的，即是現在種在你老婆，然後你又覺得很慘很慘，子女又說即還未出生，又成自己拿來的，你想想你這世人做過多少這些事情，我肯定不 我不是第一個，我的店鋪不是第一個即是被你去這樣對待的，所以大家我經常叫大家，即是你不做好事不要緊的，其實你不做善事不要緊，反正你們個個都覺得自己善良的，有什麼人覺得自己不善良啊，即是你們個人 惡到都出了汁都說自己善良的，你不做善事不要緊的，你不要做一些壞的事情去善咎人，或者整個心呢立心不良，那些念全部發放出來都是差的，你一定窮的，我告訴你 even 你很小個，好像我剛才說的扯皮條06年那樣，你一樣那些遭遇是很差的，因為他整個念就是我就是不想做的了，我就是很討厭這個世界，為什麼有些人出身那麼有錢、啊、他就覺得他只能夠通過扯皮條去認識老闆，認識男的老闆大客去溝老闆，你溝到嗎？你都沒有資格溝老闆， 你能夠幫人玩鞋幫人做事不等於你溝到老闆嘛，整個想法都是康莊污俗的，所以你才會為了1000多元去跟很肉酸的女人攬攬住塊面，那些女人覺得可以搞在一起上床你都覺得值的、啊、你整個世界都是黑的，黑色的墨水的，那你還怎樣，你還說什麼呢，是吧？你還有這個06年呢，又是政治上腦的、啊、政治上腦即又是自稱是王、啊、那些，這個都不是重點，如果你能夠聰明的，你能夠醒目的，你可以靠政治吃飯的，靠政治吃飯，為什麼不靠政治吃飯呢，你橫掂都是政治上腦，但你沒有這樣的本事，你沒有這樣的能力嘛，是吧？說來說去，其實人、啊、無論你走哪條路，就算你撈偏撈政治，你撈正常做生意，你撈一份打工仔，你撈各行各業，你個人都有個 mentality 都要是正常的，
啊，你個人都要有工作態度，你個人都要有能力，你撈任何行都是，所以你想想現在那些10後、00後很多都是大陸西家長大，香港真的很老實說，即是不知道完全是一點貶義都沒有，你們的媽媽全部大陸人，你們的老爸很多都是那些中港，即是可能阿伯啊，大你老母幾十年那些，你在這樣的家庭長大已經沒有教育上、思想上、文化上的氛圍了，即是不會有這些東西浸淫著，跟住你哋啲同輩啊，各樣嘢都係每況愈下，淨係識得拿住部手機，個個就識對住部手機睇啲你哋完全根本觸及唔到嘅嘢，唔係你哋個圈子嘅，但係你哋好容易掂到。結果你哋走去做咩？做扯皮條啊，係嘛？即係走去做埋呢啲咁樣，又話陪呢陪老1000蚊咁啊，做 part time girlfriend 呢個人又走去，又係為咗1000幾百蚊啊，走去陪啲阿閃啊阿毛啊，你做乜？你毛都未出齊。男人不會那麼沒有尊嚴的，我認識的男仔十幾歲真的聽都沒聽過，20幾歲都不肯，為了1000幾百元就是陪個女人，你想想這些是像什麼你做父母，我現在都費事教化父母，其實這些是父母的之過來的，這些是父母的過失來的，不可能 100% 不可能你會生個仔正正常常，如果你但凡有給愛他，給到些東西他，他不至於會這樣的。